请闭眼。郭彦均大爆料，前女友竟然是吴一沛。我觉得一沛的几率很大，可是彦均一直在帮一沛辩解。对呀、啊，他是我前女友啊。今天集合了多位演艺圈的新生代主持人，有外景节目主持人郭彦均、张彦明、高一林和吴一沛，以及伶牙俐齿的许建国、赖维如、果冻和刘真，这些见过各种场面的主持人来到这个杀人游戏，除了要有处变不惊的主持功力外，还得仰赖他们口若悬河的专场，唯有生存才能得到最后的万元奖金。到底谁会成为主持界的第一把交椅呢？欢迎您收看《天黑请闭眼》，我是谢正武，我是安心雅。心雅有没有当过外景主持？哦，有哦。哦，真的吗？有啊。你喜欢棚内主持还是外景主持？棚内。哦，真的吗？我喜欢晒。只是因为晒吗？因为夏天在外面就会热，又有蚊子，然后就会可能这边被叮，然后又热又流汗，那要一直抓痒，我就整个快疯掉。哦，而且外景主持基本上要非常有冒险犯难的精神。哦，真的，对不对？要吃一些怪怪的东西。对啊，而且时间呢，当然也拖得比较长，而且会发生什么状况你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那如果再比起来的话，你会不会觉得电视台的主播就更好？因为我们主持还要站着。可是电视台主播也有吃过蚊子啊。哦，吃过蚊子。对，那个画面还真的蛮经典的。不过好歹他们都坐着，大部分。对，对不对？对比我们站着要好一些。真的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在节目现场呢，为您邀请到的有主播，有舒服的，对，有主持人，也有外景主持人。对。然后呢，大家呢，什么样的经验都有，但是谁的经验最恐怖呢？那我们先讲最近的好了，一沛。啊，怎么样？有泰国之行还好吗？不好啊，都被抓去关了，应该是被检举啦。哦，然后警察就来了。真的就被抓到警察局里面吗？对啊，而且纳豆那时候还很开心，还说什么他应该可以吃牢饭什么之类的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吃牢饭那么高兴。因为他说好像你们要600块。就是保释的那个吗？没有，不是那个600块一天，还是一次150块一天。那可以吃月亮虾饼。没有，因为我们那个节目就是实境嘛，然后一天只能花150块。哦 ，OK。所以那时候我们抓进去，然后要在警局的时候，纳豆还在就为节目为我们这的哦，这样就不用花钱，就可以省下。心想说，我们这一餐我们就吃牢饭，我们就可以省钱。哦。就没想到话，我们护照什么摄影机带都被扣留，我们才心想说死定了。嗯，对啊，我就跟他讲说，我不要吃牢饭，我只想出去。没有要吃牢饭，就说那个就跟那个泰国女方讲，纳豆他一个人可以吃我们三个人的牢饭，对，这就好。真的。那如果到外景去的话，其实有很多时候吃东西是蛮恐怖的一件事。可是人家的盛情难却，什么都要吃。有吃过很多虫啊，然后什么蜥蜴啊、田鼠啊，然后蜘蛛啊，都吃过。蝙蝠很好吃。蝙蝠哎，蝙蝠就是关岛那个，不是关岛那个蝙蝠那种，对对对对，帛琉的蝙蝠汤很好吃哎，什么味道？超好吃，鸡汤的味道吗？它其实它的味道有点像是乳鸽的感觉，然后它的肉其实不会很柴，我觉得还不会腥啊，它有去毛吗？没有，整只整只有毛啊，整只可以把它拉起来这样，整只要从哪边开始先吃？他们当地人喜欢，就帛琉他们那边当地人喜欢是从它的头，他把它掰下来，然后把它嘴巴这样整个。你也这样吃吗？这没有心，好痛哦！这个是他身体这边。一个要钱。哎，把这个先带走好不好？我觉得这个人带好，是杀手吗？我也觉得。那月明呢？我算是在乌干达有经历过蛮恐怖的，就是得疟疾。哎呦！对，因为疟疾它是算乌干达致死率第二高的。是。然后它的症状跟感冒一样，会头痛、发烧，然后流鼻水。对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去大概第10天吧，就症状跟感冒完全一模一样，然后到后面已经四肢没力，然后就去医院检查，就证实是疟疾。就赶快在，因为我们要往南部继续拍摄，所以我们就赶快送北部回去治疗，不然因为他们有分7日虐、15日虐，15日虐的话就挂掉。那7日虐是7天就挂掉？7天就挂掉。有人7天挂，有人15天挂。哦，因为8天的。没有，8天可能半生不遂。那只是个名称，不一定要这么准到7天啊！人突然就这样。没有，不是有7部什么寒下七步天。对，你真的是叫我走6步就好了。而且他们非洲蚊子它
几百只吧，你根本防瘟疫什么根本防不了，用。但是你说做节目做到被人家拿刀砍、拿刀追就不简单了。哇，我们被拿刀追，因为我记得好像在新竹还哪里有一家店啊，他是卖米粉汤的。然后那个老板有没有因为我们制作单位有去，就是去先去諮商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是那个美食节目，我们可以来采访你们家的米粉汤吗？然后他就非常的凶，就一直骂国骂，就是骂两三分钟，我们制作单位就不敢讲了，就马上挂掉。但是我们制作单位很厉害，就是啊，就是越不给我们拍，他越要拍。然后呢，而且他们是说，哎，这家店哈，就是老板可能情绪比较不稳，那你们俩兄弟就直接去，然后我们就直接去，直接用撞的。然后去了以后，我们就说，哎，我们拿一台小 DV， 然后我们的小 DV 就跟那个大 DV 差不多大。小 DV 就上街，然后呢，我们的制作单位很可爱，就是啊，他是他怕被发现，所以他拿一个那个大的风衣把那个 DV 包起来，放在这个地方，然后这个镜头在这边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大太阳天还会反光，你知道吗？很好笑。然后那老板呢，就看到我跟我弟，他就认出来了。然后那个我记得他应该在切瓜仁还是大肠头之类的，逗，看到我们过来了，他就刀子这样举着，就这样过来，怪人苦的哟。穿背心的，我怀疑他早上应该是有去猪肉批发市场去批肉，因为他的背心都是血，知道吗？不是，那是少女组来采访的，少女来采访的真是啊，而且血还在滴嘞，血淋淋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我就说，哎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，我们走，苗头不对，走。然后制作单位说。哎，去啦，没关系啊，他不敢丢啊。哇塞，那家店是不是人肉叉烧包啊？没有，那家店生意非常好。是哦。哇，外面好多人在排队。可是他为什么这么凶的不让人家采访？一般大部分的店，对，就是你愿意采访，就算我不接受采访，你拍一下他也无所谓。因为其实我们有打听他们邻居，他们是说，因为这家店生意已经太好了，如果再来更多人的话，其实他们有被别的邻居。就是被讲过说交通瘫痪啊，什么别人没办法做生意啊，这种问题，所以他们想，哎，为了李明的安全，就是说，哎，不要报好了，就让我们当地的李明吃一吃就好，就不要再去报了。哇！而且那个老板他有点斗鸡眼，然后有点秃头。哎，你是人家专业。哎呦，我希望老板不要看。下次再说。再讲一下，对。刀过来。再讲。好，那如果这样讲的话，有当主播的时候。那感觉就是坐在那个地方比较多。主播也很累耶，一直做好事。因为他很辛苦，是因为他还一直补妆啊。你说你很累，你听完人家讲这些，然后你做都一直做，都做要做要做三四个小时哎，像选举的时候或者是911的时候坐那边，你痔疮都快做出来。我连续做了6个小时哎。对啊，体育主播也做那么久。不是，我之前还在有台播新闻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是红衫军红潮吧，然后那时候是摄影棚都决定延棚，就从11点一直播到隔天早上6点。哦，总好过就是有一些抗议的场合到现场去吧。哎，我情愿到现场去，真的吗？现场去的话，你会感觉有那种临场感，可以跟人家磨蹭。对，不是磨蹭。我开心了，像我们外景主持人嗨起来，我们外景主持人看到人群是会嗨的，对对对，最怕那个没办法嗨啊，最怕到没有人的地方，对，对啊，所以喜欢的人多嘛，对，人多的地方，对，情绪可以释放出来。哦，那但是你说要当主持，最好是18般武艺也都懂，譬如说能够跳到国内很赞的那种国标，然后让大家都会非常棒，对不对？对，首先那个要先送给小五哥跟欣雅，哦，你又出新了，谢谢。3D 的，对，现在这个也流行用 3D 哦。对，就是因为我们尤其是街舞啊，因为这个街舞我是特别拉到9份跟101大楼去拍。那我们那时候就是在阶梯上面嘛，因为有阶梯才会有景深的感觉。对，所以那个 MV 是 3D 的。哦，他很辛苦，可是我觉得看到画面，可是侧面露的比较多哎。我觉得看的比较多，侧面露比较多，是吗？上线火，你疯了，专业主播。哎，那个这个角度看的，你要不要潘露迪？我有潘露迪的。你有收集他的那个哇？你要吗？你们两个应该是有同样的喜好，就对了。所以其实刘真当然也是在棚内主持比较多了。对，我是棚内主持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我主持其实经验也还蛮多。那我觉得很幸福的事情，就是因为我有跟小五哥合作过。对对，我们合作过。对，然后那个节目它其实是有关法律问题的尝试嘛，所以那3年呢，我不但赚到了主持费，还赚到了法律顾问费。哇！就
因为小虎哥真的超好的，就是我们想有什么问题会请教他。然后再来就是因为那个节目是一直演状况剧，对他一直演戏。刘真比较痛苦的是呢，没事就要跟白云演对手戏。我就是要讲这个，小虎哥，你知道，因为我在那个节目啊，白云哥穿男装吃我豆腐就算了，他连扮女装，他扮妈妈是不是，对，演妈妈或演大神，演我妹妹，演我姐姐，他都可以吃。他如果演，你知道白云就是这样，他如果演爸爸，他演女儿，白云就会说来爸爸抱一下，然后我们在旁边，嗯，他讲哎，爸爸抱一下女儿不行哦。我记得印象最惨的一次是有一次过年特别节目吧，我们要玩游戏，那因为主持人，因为小五哥就是，因为小五哥是我们两边对抗嘛，那我们就要就是先玩，主持人要先玩，结果就是他就是吸那个纸条，这样一个一个传下去，结果我就吸啊，白云哥吸起来，他是第一个，然后他要传给我，结果他碰到我这边的时候就掉了，然后结果他就嘴巴直接碰到。最恐怖、最辛苦的是这一段，没错，没错，辛苦了，白云哥。那接下来呢？这一段也许对各位来说就是比较轻松的，好歹不到棚外，大家都在这坐着，而且坐着过程呢，你只要说说话，但是最重要的是，可能让观众知道，你们大家是心机蛮重的，因为只有心机重才能够存活得下来，存活下来才有可能得奖金。OK， 想清楚，怎么样才能存活下来？每场杀人游戏将有八位来宾参与，以抽牌决定三种不同的角色，代表邪恶方的杀手，以及代表正义方的警察和平民。游戏分回合制，每回合分为黑夜及白天。黑夜来临时，杀手将会杀害一位玩家，警察则可指认一位玩家，并预先知道该玩家的身份。白天来临时，所有生存玩家在讨论过后，可用投票杀死一位嫌疑最大的玩家。当杀手全灭，则正义方获胜。反之，当警察全灭，则邪恶方获胜。生存到最后的来宾即可获得奖金10000元。出牌决定游戏的三种角色：杀手、警察以及平民。而今年的杀手是杀人游戏的老鸟郭彦均和许建国。究竟两位老江湖会把正义方刷得团团转吗？而两位美女刑警是刘真和吴一佩。新手上路的他们会有初生之犊不畏虎的胆识吗？第一天晚上即将来临，紧张刺激的杀人游戏准备开始。准备，天黑请闭眼。杀手现身，请睁眼。玩哦！杀手，请杀人。确认。确认。因为杀围炉会，因为我觉得围炉是一个，我觉得他是很有杀伤力的，因为他长得太可爱了，我没有办法去分辨出他的身份，真正的身份，因为他长得太像小孩子了，所以我觉得他是最危险的，所以我就先把他给铲掉，就是这样。在第一个晚上为什么要杀掉围炉？理由很简单，因为新人嘛，要给他下马威，先杀。杀手请闭眼，警察现身请睁眼。哦，警察请指认。警察请闭眼，天亮请睁眼。哇，吼人的好像舞龙舞狮哦。故意的，我怕你们动静太大，我要扰乱大家的声音。这我还是听到了，因为如果要是不睁眼的话呢，基本上耳朵会特别灵。对，所以有很多时候呢，心雅就非常重要了。下次你们会发现在这拉小提琴的，都会出来好不好？就是上帝让我们看不到，但是他会帮我们打开，他会帮你开另外一扇，对，好 ，OK。天黑的过程总是特别的可怕，不管在国内在国外 ，OK。围炉，作
玩这种游戏，哪个比较有趣？但是这个游戏有趣多了，这个心理战真的是跟小朋友不需要玩心理战，对不对？对。果冻，我比我还没坐热。你上次来的时候，我每一次都还没坐热。其实还好啦，大不了就是被自己人背叛嘛。对啊。对。自己人来，哦，我还是不能坐热吗？好，刚才天黑过程当中，被杀的是果冻，旁边的围炉。气没讲完不行吗？你怎么不会这样子？他两次讲，好狠哦！谁杀的？谁？围炉是谁？是我啦！谁？我觉得果冻是果冻杀的。我们跟他说，对，我相信你，他眼神非常诚恳，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好了。我跟你讲，上次申东靖看到安静菜的眼神，诚恳到不行，自己诚恳到不行。我是新人呢，我还不会演戏。没有，该不会是你吧？你演得太好了。围炉是谁？这么可怕？他搞不好应该是女生，因为应该是女生，她是女生。对，我觉得所谓一山不容二，而且我觉得会先生漂亮女生就会把漂亮女生杀了。我觉得是一配，漂亮女生就是你觉得是一配？因为我刚刚一张眼的时候就看到你用很凶狠的眼神看到他。刚刚你在旁边的时候，你都没有看到他用很凶狠的眼神看，因为我看不到他。对啊，你就没有盯着他看。果冻刚开始用很凶狠的眼神看你，真的，因为我这个角度看得超清楚。微如，凶狠的眼神露一次，我看看。他刚才就是他刚才那凶狠的。哇，好厉哦！是不是？好可怕！好厉哦！有点，原来你是这样的。对，一般就是你的眼神这么凶狠。没有，刚刚一张开眼神，你们是最厉害的。我要露出一个无辜的表情。对对，无辜是什么样？所以他会刚刚我这个角度要杀我，我刚刚这个角度看超清楚，因为果冻刚刚就一直用很凶狠眼神看你，只是你看他，你看他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通常以前呢，据我之前的经验，杀手天黑请闭眼的时候不会闭这么久，可见这杀手很不熟，我们才会闭这么久。你是来诬赖刘真老师喽？我没有。你要再换一个角度想，搞不好刘真从头到尾还不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。啊，怎么样？果冻还没有做，但是我也还没有做，因为我第一次来，第一个都被杀了。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还有一个机会，就是在那里头的时候，你不断抢话，这样还可以有些东西。这样还可以来很多次，像我一样。来，微微带走。第一次做的。是谁？是谁？果冻，果冻站出来比较容易，真的。微微，你觉得谁比较准的？这样，我觉得是。我刚刚就说应该。你就觉得是一配对，那个凶狠的眼神。你们一定要替我报仇。平民赖维如把矛头指向警察吴一配，这个指证会影响接下来的发展吗？一配，大家点名是你，你觉得是果冻？果冻。你觉得是果冻？果冻。他说是你。我觉得今天杀手跟警察都是生人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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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熟人。熟人吗？你说这些生人。有断气的，是吗？没有，像之前新雅呢，他也不会去咬那个，故意就是有很多铃声出来。嗯，然后第一次他新雅已经发现他们快要有声音了，他就赶快盖住声音。可是他是警察之后才咬吧？对啊，警察之后咬吗？那你觉得是谁？我觉得应该是。你干嘛眼睛飘？艳萍啊，你从那边扫过来，然后眼睛斜飘啊？没有。因为我们比较容易看到对面的人，有时候也许旁边的人也是。哦，你会忽略掉。对，所以我需要这样看过来。我就是一配。对，你们俩反正对上了，就对。他不是，他真的不是。好，燕君，我觉得是果冻。我觉得你哪一次猜对过啊？你又猜对过。对不起，我先问他刚讲的对不对啊？好，你从来也没指对过。对的。没指对过，不是红哥的后跟的。玩到后面，我的命中率会高一点了。是啊 ，OK。我觉得一配的几率很大，可是燕君一直在帮一配辩解。对啊，你好厉害。鸳鸯大道非常有可能。鸳鸯大道，可是他们两个嫌疑最高的，结果是忽男忽女。警察，我知道是谁。我觉得他讲下一回合，我就把警察公布出来。哦，还要抓警察？你好像在公布，你要抓警察，抓
手忘脚，拉手啦，开始我觉得应该是刘真老师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比较有些人就叼叼叼撒弯弓啊，哦，然后就故意装的不懂，其实他心里也比较城府很深。我跟小五哥主持节目，我这么有正义感的人，而且我怎么会？而且哎，不可能是刘真老师，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搞不清楚状况。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每次来玩都是搞不清楚状况的人是杀手。刘真，你刚才就是这样讲那句话，我唯一好怕的是，啊、因为白云也来玩过这个游戏，真的，他也跟我一起，他是好朋友，不好怕。我觉得是一配耶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其实我刚刚眼睛一张开的时候，我先看前面，然后我就第一个直觉，我先往一配那边转过去，然后又发现他的表情真的很凝重，很凶。他这样没有，他没有凶，但他凝重这样。我觉得一配一定有身份。可是就像我当是杀手，你们两个在普通话前面讲，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啊，所以你一直在帮一配啊。他是我前女友啊。让我认错，他是我脸红了，你看你朋友脸红了，好看 ，OK OK， 好，开玩笑。接下来要投票喽，刚才是提供一些资讯给其他的人做参考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？接下来投票，票数最高的欣雅交给你。金秋 ，OK， 你觉得果冻？你觉得他是杀手，应该送去刑求的，请举手。一二三，都是你们那一群。三票，请放下。你觉得一佩有被点名？你觉得一佩是杀手，应该送去刑求的，请举手。一佩不像，一佩不像。好，来，请放下。七个人已经出现六票，果冻一佩两个人 PK， 3-3，每个人各20秒。你去诉求所有的人，说我不是杀手，我不想进那个恐怖的刑求室，然后被这个恐怖的刑求官严刑拷打，好不好？果冻20秒。好吧。首先，第一呢，就是我曾经被拷打过了，所以我没什么好看的。一佩呢，但是还没有看过，大家呢也很想看，是不是主播在那边说呀，有多么好看？再来呢，在这种关键吧，对啊，关键的时刻，我们要冷静，人要归零，你才能想清楚谁是杀手，好不好？不要以为对面的人杀手被围，旁边的杀手一定要归零，我们人要归零，跟着我深呼吸。告诉大家，果冻不是杀手。OK， 预备，20秒，都有。我觉得我刚刚坐在这边，我一直看着果冻的表情，他真的很奇怪。就是他第一个拿起板子看的时候，他表情真的非常奇怪。而且我第一个我是新人来这边玩啊，然后我不太会玩，所以才要拷打。所以我不想被拷打，所以我觉得刚刚彦君也讲说，刚韦如被杀的时候那个表情我也有看到，所以我觉得你才是杀手，我才不是杀手，我是正义的一方。OK， 好，从果冻那边开始，你觉得果冻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一票、两票、三票、四票。OK， 请放下。来，果冻带头。前面讲的那段话，在刑求上面来讲，确实是有诱惑力，就是他被刑求过了，对不对？从来没被刑求，大家可以再看。真的被刑求，你感觉很高兴。惊讶，你今天很可爱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是奉命行事的。这次的投票讨论中，平民果冻和警察吴一佩的嫌疑最大。经过 PK 后，果冻即将被送进刑求室。吴一佩发狠喽，炮口对准果冻妹。果冻，果冻，就是你！我刚刚看到郭云轩对他起，他觉得我嫌疑很大，就可以先把我杀掉。你接下来就同意这个决定？绝对没错。刘真老师绝对不会是杀手，绝对不会的人才是。杀手杀掉了平民赖维如，而刚才的讨论，果冻被认为嫌疑最大，准备进去刑求了。就涉及位置，是不是杀手？我
胸部啊？把矛头转向杀手郭彦均和警察吴一佩后，他能全身而退吗？很重耶！你为什么是一个天使的脸孔、魔鬼的心？他这样说你耶？他讲得好贴切哦。因为你刚那个过程真的是跟那个魔王两个人有点变态，你好像已经打成为乐。每个位置的东西、啊，你也是不得已的啦，对，会不得已、啊。对，就像上次寻求红哥，你也是这个样嘛。对啊。对对，而且他那次有来带你的班吗？对啊，不是，没有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了。不要发现我那。OK， 好。果冻刚才被寻求这么惨，但是他一直坚持说他不是杀手。接下来要投票，七票，每个人都要投。这一次票数最高的就直接跟韦如作伴。出局，没有再寻求的机会了，所以想清楚，你这一票要很认真的想投给谁。经过刚刚那一段，你还是觉得果冻是涉嫌最重的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一票，一票。好，来，请放下。你觉得一佩涉嫌最重，他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一二三，两票，三票，四票，逆转了。我只是想看他被寻求而已。郭彦均不是我前女友吗？放下，害我！既然得不到你，我就要毁灭你。太过分了！好，一倍四票，果冻有一票，已经过了五票了，所以不会有人有其他 PK 的时候了。所以寻求还是有用的。对，我发现最近寻求完就是都不会被。可以打通。你要不要寻求？我要寻求。你要寻求吗？好，寻求以后。气球选择气球。PK 的机会，你愿意寻求？我愿意寻求，因为我真的不是杀手。是啊，带进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竟然愿意跟进去呢？为什么会被寻求？因为你就是杀手啊！因为我现在要证明我不是杀手。OK， 我宁愿被寻求。我可以让你寻求以后，看看大家的感觉点。我不是杀手。你最怕气球吗？我超怕气球，吃气球。为了要证明我不是杀手，吃气球。来，把一佩带进去。哇，一场有两个人寻求，这机会差不多寻求。我真的不是杀手，所以我宁愿寻求啊。现在大家是怎么样？把自己当游乐园吗？啊，来这边还可以点菜，是怎样？我的面子要挂在哪？我现在要考回来。是不是杀手？我就是因为我不是杀手，然后我真的超害怕气球，但是我宁愿点菜要气球，那就要让大家。啊！你要说什么？啊！我不是杀手，我真的不是杀手，大家都不相信我。最后五秒，如果爆了的话，就爆了。哇！吴一佩自告奋勇捍卫自己的清白后，他还会被认为是杀手吗？接下来如果再投票，有票数最高的出局的就没有资格说寻求寻求，要不然的话我们会有七个寻求。经过刚刚那一段，你还是觉得一佩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哎，零票了，一票。一票，请放假。一票逆转哦 ，OK。接下来，你觉得郭彦均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三票。好，来，请放下。前女友也恨你。恨。我就不是杀手。白球。前女友很恨。你觉得
许建国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没有，因为刚才投票全部重来。对，果冻，你觉得果冻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一二，我就知道一定是果冻。请放下，果冻三票，燕君三票 ，PK 各十秒。这次 PK 完投票，票数最高的直接出局。对，果冻十秒。不是杀手的呢，我们就要一起团结，不要自相残杀。而且刚刚燕君呢，一开始呢，我觉得他是跟一佩是杀手，但是后来我发现他是借刀杀人。掰不出来了吧？掰不出来了吧？来，燕君，我觉得我跟你讲，我一定不是杀手，我绝对不会杀手。我如果是杀手，我干嘛第一个投他，第二个投他？嗯，他就杀手，你就是杀手，你不要那边假了。好，那为什么不是呢？我非常的我脑海中你那个眼神太有印象，就是太我知道韦如被杀的那个时候。对，候选人只有两个，果冻燕君 PK， 你觉得果冻是杀手的请举手。吴亦佩从行球室出来后，情势大逆转，形成平民果冻和杀手郭彦均的 PK。而这次正义方做了正确的选择，将郭彦均给淘汰出局。我两个一起来好了，那就行。不要，没关系啊，你星球的地方在那边啦。果冻杀手，你干嘛你这样动？我好恐怖、哦。拜拜。来作伴了。妈呀！对，围炉终于有人作伴了哈。杀错人吧？来，燕君跟围炉出局，剩下六位准备好，你们要接受下一轮的考验。想清楚，杀手、警察到底有几个在这个里面？谁是杀手？谁是警察？看好另外五个人。天黑请闭眼。来，果冻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杀手现身，请睁眼。杀手，请杀人。确认。第二个夜晚为什么要杀吴亦佩？因为我知道他是警察，他在看我的眼神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下一个就是他锁定的目标，所以先杀了他来保障自己。杀手请闭眼，警察现身请睁眼，警察请指认。知道这个意思哈？警察请闭眼。天亮，请睁眼。谁是谁？谁？没办法，因为他们帘子被拉下来，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谁是杀手，谁是警察。刘哥，你在哪里？我是杀手，你不认真看我。不是我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你还多嘴？真的不是，看起来一点就不是啊。不是我，不是我。许建国，你是特别嘉宾，不用玩是不是？对啊，都没有人指证。没有，我真的是平民啊。哦 ，OK。找我也没用啊。刚才天黑的过程当中。我看你干什么？不会被杀。所以呢，刚才在天黑的过程当中，熊哥，你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。你觉得是我们这边的？有真的，真的。说实话，我多希望啊。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呢，大家可以多聊聊天。对，我们还有很多机会聊天，因为一佩没什么机会聊天了，好吧？啊啊！一佩，来，一佩被杀。啊，你不是哦。出来了，你是你啊！你先想清楚哦，刚刚最后面我都没有杀你了，因为我发现自相残杀哦。你要不要想清楚？通常第一次来都会很紧张混乱。你说投票的那个时候吗？你不要，真的是果冻。他在讲投票的那个时候。好，反正一配就是认定了果冻。就是你旁边的人，你再看一次旁边的人就决定了。绝对没错。刘森老师绝对不会是杀手。绝对的不会的人才是。杀手，他就是杀手。杀手。好嘞，一配带走。拜拜。我现在发现，你可以不要随便得罪他。当他认定是谁以后。
被出局后，所有人都认为果冻是杀手，这可让杀手许建国在一旁暗自窃喜啊。正义方岌岌可危，警察被误认为杀手了。恭喜你们四位，准备下一轮。讲话，对，然后他在家里看这个已经看二十遍，他知道我们在。杀手许建国杀死了警察吴一佩，而嫌疑最大的果冻这次还能逃过一劫吗？你们说从头到尾呢都没有参与我们对话了，就是这样对面的建国老师，你怎么可能说话？许建国，他说是你，怎么会是我呢？你从头到尾，我跟你讲，从头到尾我都没有说你是杀手，没有啊。可是你刚刚前面杀了他之后，我就觉得是你。可是我是这个一方，所以我要帮助警察找杀手。确定？所以你说他是杀手，他说你是杀手。我上次节目的通常经验都通常是那个去寻求，然后故意装很可怜的人，通常都是杀手。哦，之前就被杀死，就像被杀掉的。上次那个来宾还流眼泪哎。对对，上次被杀掉他还流眼泪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嘛，寻求的时候流眼泪。对，杀手。可是吴一佩刚才。也是啊，他还自告奋勇去寻求嘞。因为吴一佩，我觉得他应该不是，因为他是刚来这边这个，对 ，OK， 他应该不是。所以是自告奋勇。果冻，其实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建国老师。啊，不是，他都没有说话，没有参与我们嘞。是因为你知道，建国老师其实眼睛，你眼睛一直在琢磨在观察，而且呢，你知道，当我们想说啊，谁有可能是的时候，你说啊，对对对，我觉得他是像刚刚讲燕君说，对对对，我觉得燕君有可能是你，因为如果我是杀手的话，我干嘛说燕君，或者说他，我干嘛不说他？有啊有啊有啊！刚刚你真的没有说他，是因为他杀了他之后，我才说他的。我之前就觉得他还 OK， 我第一轮投你，后来第二轮就没再投你了。就是你了，就是果冻了。你果冻跟香香的果冻，好来，我也说一个，果冻，果冻，果冻跟建果里面一定有一个，一定有一个，所以一定有一个是 OK。我觉得他们两个，那你觉得哪一个涉嫌比较重？我们这一边是同一派的耶，你竟然说我？你很有可能，因为你好深藏不露哦。什么深藏不露？哪有？我脱好了，我露。我一开始觉得是果冻，可是现在我又怀疑是建国老师。所以你们不要埋在他们俩身上。我跟你讲，你们不要被他给那个无辜的眼神给害了，真的。你现在已经势在必得了，因为人家现在咬许愿，我不咬你，你得逞。所以对你得逞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到时候就会后悔。真的是他，你杀我，因为投硬骨。奇怪，那里面的幽灵，食尸骨，连幽灵都指认他。我要申请特赦，我要出去。只剩五个人 ，OK， 想清楚，谁是杀手？这一轮，想想看，想清楚，下一轮会不会再继续呢？被点名比较多的，从比较多的开始，一个果冻，一个建国，两个人被点名最多。你觉得？果冻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一二，哇，男的挺男的，女的挺女的。欢迎欢迎，何真老师，来，请问一下，真的，真的，我觉得，因为他一直在，你要改变吗？我跟你讲，杀手吧，是啊，你要改变吗？何真老师，你觉得？老师，你不能说你不会玩就这样子。何真老师，何真老师，真的是果冻在指认。满足可以坐到身上这边，其实我已经满意足了，我第一次坐这么久哎。但是我走之后，杀手还在这里。对，还有另外一个杀手，还有两个果冻，还有两个杀手都在这里。果冻跟鸭子，另外一个果冻跟鸭子。好，来，果冻带走。拜拜。哦，我要去星球。我没有。还星球？错边的。来来，我帮你星球。我们要求你的。几个杀手？我来求他。果冻从开始就被怀疑，一直到现在才出局，你的生命力真是惊人呐！而案情又会如何发展下去呢？
天黑请闭眼。刚才的投票，果冻无奈的出局了。不过警察迟迟未找出杀手，才是正义方陷入苦战的原因。到底结果会如何呢？我们一定要从犯罪心理学开始去推敲。好，你太冷静了。一定要这样子。对，不是我太冷静了，是我其实我之前真的有经验，我知道我如果我是的话，我会。你知道很多小动作我会出现，嗯，人会有那种保护意识，你知道会一些动作这样子，或是那种不一定哦，不一定那种高深的犯罪，就是因为你太多经验，所以才会演技。我现在是表现的表露无遗，我是我被带进去炸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有看的话。好，我刚才前面就讲过，如果两个杀手出局了，或者两个警察出局的话，游戏就结束了。来，恭喜你们四位，准备下一轮。讲话，对，其实他在家里看这个已经看20遍，他知道怎么。然后，刚刚那个我还录下来，没有，刚刚那边只剩他的时候，刘正老师还嘟嘴耶。对，而且我跟你讲，而且他还一边录这个的时候一边看我们的节目，对，真的，怎么可能不会玩？刘正老师今天在，你怎么在这？因为他们有三个女生，我怕被行凶。因为刘真老师今天是来宣传，他一定要赚点车马费，所以他都不讲话，最后杀掉我们全部大家，他就得逞了。对，真的，刘真老师。OK， 天黑请闭眼，来帘子请放下，杀手现身，请睁眼，杀手请杀人。第三个晚上为什么会杀刘真老师？是因为我看到吴一佩说刘真老师不是杀手，而且老师也点头了，我知道他一定是警察，所以先杀为妙。杀手请闭眼，警察现身请睁眼，警察请指认。往这一走，警察请闭眼。天亮，请睁眼。刚才在天黑以前，刚才那一阵火力交斥，真是让人好。天黑的过程，有人被杀。那叶敏，你刚才一直觉得谁是杀手？我觉得是刘真老师。不是我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从头到尾就一直不讲话，然后现在我又被杀，因为他觉得我应该会指认他。你刚才骂得太凶，对，笑得太狠。刘真老师，你觉得谁是杀手？不是，我觉得刘真老师是杀手。你觉得刘真？真的？你觉得谁是杀手？刘真老师啊，半桌吃老虎绝对是他。OK， 既然大家都说刘真是杀手，刘真，你被杀了。许建国多无辜，那个表情，那个脸色，主播的话你一定要听，那个说的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建国老师现在脸红了，哎，这跟我没关系啊。老师刚刚出粉，就觉得人中出汗。许建国，我看错人了，很多很多。好 ，OK， 刘真被杀了，告诉各位 ，Game Over。被杀了，刘真亮牌。警察。除了讲斗心机以外，那个演技很重要啊，训练一下演技，对不对？那让很多制作人看看说这些人的演技到底怎么样 ？OK， 好，那最后我们还要讲说，你完全没想到，而且完全不露痕迹的斯文杀手许建国获胜。OK， 好，然后我们刘真出的新的街舞还有潇洒的专辑 ，OK， 大家多支持，谢谢 ，OK， 好，今天非常谢谢所有来宾参加，谢谢观众朋友们收看，非常感谢，我们下次。
见，拜拜拜。